Hello. Hello, 傻鹿。Hello, 笑笑。Hi. Hello, Sparky. Hello, 福福猫。等等呢。Hello, 晚安大家。晚安。午安大家。我们今天要随便播，有些神，为什么它不是重头 ？OK， 变大声，等一下。Hello， 谢谢福福猫的四叶草。Hello， 超哥。Hello， 鬼神。Hello， 志宏。Hello， 小易，谢谢超哥的红玫瑰。Hello， 九蛋。还敢迟到，也就两分钟而已。Hello， 北斗神拳。Hello， 脑公。Hello， 捏蒲。晚安，你会睡醒？午安啦，午安，午安。今天一枝独秀，没错。三分钟，随便。没有，晚上有人播。是。啊，有人改直播了，是不是？谢西兰分享直播间。什么意思？因为晚上是。笑死！哎，我才迟到三分钟，这样说什么还敢迟到？我也才迟到这么一次，好吗？我们今天来绑头发。蓝、粉、红，小山美玲哎，嗨，嗨，小山美玲，坚持到还玩误删你的账号，有那么严重吗？Hello， 坤坤 ，Black Friday， 对，没错，没错 ，Hello 大家，没有打到招呼的，抱歉。迟到不是所有人都做过的事吗？是吧？只是我没有迟到过，可能一分钟、两分钟。一向很准时，我早就坐在这了，只是我忘记看时间了，好吗？谢谢小山美玲的眼睛夜场，初次见面是怎样啊？蔡玲又是什么新的 ？Hello， 信伟你好，谢谢点的行李箱。Hello， 修哲。Hello， 午安。谢谢点的什么一封信，谢谢天佑的梦幻星座。张美玲，你在干嘛呀？有没有想我呀？啊，你想睡觉？睡觉是谁？你为什么想他？你只能想我。哎呦，有点恶，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打扰了。你晒衣服。谢谢点的夏令营背包，就去逛社区哦。Hello 大家，谢谢季风亮的梦幻星座。睡觉你也常常想，也不知道他是谁。对啊，真是嫉妒。Hello 黑流星，谢谢夜空 sky 的一封信。大家是不是都收到我的圣诞梯了？是吗？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收到了哦，怎么样？觉得如何？我是不是很用心的写我的小卡？是不是有点用心？我还特地去找了，就是那种各种怎么讲撩，有撩到吗？啊，你要告诉我一件事实，两件八十。好的，请说。只说到正面是什么意思？哎，我直接破你的梗 ，Hello。坤坤，你的梗过时了，你的梗被我破了，不好意思，真是不好意思，这样不会观众，你可以说，哎，傻眼，直接被我破梗，不好意思，
大家这几天过得好吗？我要开始绑头发。呀、yeah! ，卡住是怎样呢、啊？坤坤说：“我难得来看你一下，就这样破的。”他哪有难得？他不是蛮常来的吗？也不是这样讲的吧。找台阶。他没有台阶给你下了，不好意思。相信你写的，当你的朋友怎么办？怎么办？就这样办。对，凉拌炒鸡蛋。想超久要怎么回？没事的，其实不用回了，就是要给你们各种撩，有被撩到吗？对，就这样办。Hello， 方如。等一下，太久没绑头发了。但你想了个烂梗，有我有看到。不会啦，你收到中了11枪，心脏暴击吗？不错，那有达到的目的。那你们觉得那张照片怎么样？是不是挺好的？等一下，没空。这张照片是不是挺好的？蛮好看的吧。对，这个。谢谢夜空 sky 的夏令营背包。有点意思，不想乱开枪，什么意思？这有需要开枪？这你会想开枪吗？我拍的那么好，我长得那么好，是没看过的雨林风格。对，之后就走这个风格。我之后是甜辣，我是甜辣酱，甜辣酱好像不太对。因为讲甜辣就会想到甜辣酱，我很适合配粽子。什么鬼啊！太帅了，害你变成少女了！天哪，这什么奇观？甜不是甜不辣，甜不辣是陈诗雅好吗？我没有要跟他抢甜不辣这件事情，那个就是交给他，就叫姜。不好笑啦，不好笑啦，你们就静静的看着我绑头发。啊，我的神器又跑到哪里去？算了，酷不辣，不是酷，我是甜，我是甜不辣，不是甜不辣，我是甜辣辣。哦哟，哎，等一下，我找一下我的神器。等等我。Where is my 鱼王？他好像不叫这个名字。什么鱼王？就是那个蓝蓝的可以游过去的那个东西。所以呢，你知道在哪里？噔。等我一下哦，各位。你有一点，可是我上次整理的时候有看到。不见了，它不见了，算了，放弃。哎呀，放弃。这样高级记忆也还好吧，太
久没绑头发了，所以雨林酱加甜辣的甜辣酱 OK 好的，没有问题，反正我们之后就是走一个这个风格。因为我不是想了很久我想要走什么风格吗？然后我发现团里面没有这种风格，就是可爱的性感风格。什么鬼在讲什么鬼，有听懂吗？不用找了啦，不用找了。没有太美，也不是太美吧。对，可爱的性感风，性感的可爱风，随便的，差不多的意思。有啊，有听没有懂？嘿，没关系啊，反正你们之后就会懂了。祖祖哪是啊？他哪里可爱？他哪可爱？刚刚的他哪里可爱？不是在呛他，是他不是可爱啊，太妹啊！我没有说我要走太妹风格，好吗？有太妹的，哪有太妹啊？晨晨哪是啊？晨晨是成熟，好不好？没有这个风格啦，性感的萝莉。就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就是绑着双马尾的跳性感的舞之类的那种东西，有点，你才台妹嘞，你这个比我还台的日本妹。阿丽哪是？阿丽是温柔知性，法式浪漫，但你是都喜欢，那你是在担心什么？你是辣日妹，你是 takoyaki。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 takoyaki， 因为我刚刚唯一能想到的食物名称就是这个。法式浪漫不是吗？知性，蛮知性的呀。知性它是感性，好，随便啦。崩啾它是走一个有点怎么讲文青，然后隐退山林，然后隐退山林什么鬼？章鱼烧对，对，阿丽感性比较重，但是对啦，山林就是他很适合住在山里面，那种找一个小木屋，然后去放松度假这样，蠢萌。他我没有很熟，但是他应该是，对啦。你什么？你感冒比较重？什么意思？不好笑耶，笑咸。就是你笑。对，但是我笑，我在捧场好吗？谢谢，不用谢，这是一种礼貌。你才痛风嘞，你烦死了。我还没有年纪大到可以走痛风好。那请问谁是中风？晨晨是性感的萝莉，她不是，她没有想要走萝莉的意思，她只是。现在的年纪问题，没有人要肯定你的风格哎、欸，对啊，真是谢喽！我开心的跟你们分享，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我想走的风格，结果没有人要理我，然后水掉了，他火掉了。真的是笑死，
算了，没关系，我自己走，你们就看着吧。再见了。好。你肯定我。痛风是尿酸，不用跟我解释啦，我不想知道。走什么风？对，可爱性感，性感可爱，甜辣。OK， 一路顺风，够了啊！你还是可爱风就好，不要啦。没有，我跟你们讲，我只是在通知你们，我没有要吸取你们的意见。我只是通知你们，我之后想要走这个风格 ，OK？ 他只是在尽义务告诉你们。病娇我学不来，我没有办法这个风格。我不是走病娇风吧？我这么元气有活力耶。可是病娇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讲话要弱弱的，是吗？我不太能理解。就是那个要怎么诠释病娇这个词，要先有病哦，那我没办法，不好意思，我没办法。出舞蹈版了，真的没有 follow 到欸。都没每次讲的同甜就是甜辣，是不是搞错病娇的意思？病娇就是恐怖情人哦，晚上7点才会出，元气有活力，果然是屁孩，你才屁孩嘞！傻眼，你们这些人就只知道欺负我。爱之味，尝试一点不同的风格也不错啊，可爱风，你们又不会觉得他可爱，还不是去看别人啊？不，你不要讲话啦，烦死了。病娇不是要有病，不是我讲的，是他们说的，好不好？是他们说的。而且长久的可爱下去也不是办法，虽然我知道我也是蛮可爱的，对吧？请问你们喜欢谦虚派的还是有自信派的？病娇，他是病娇吗？病娇不是应该语喵什么之类的吗？走屁孩风看看，我已经被认定是屁孩不是吗？孝贤先生，就是你一直叫我屁孩不是吗？喜欢嚣张派的，例如猪猪吗？美玲有直播是哦，张美玲，你有办过病娇是不是？她只有病没有娇吧？会不会太呛了一点？我跟你们说，我现在在看那个那种脱口秀，怎么讲，就是吐槽大会还是什么的，我有点忘记我看的到底叫什么名字，反正就是他们就是各种梗，然后有点像在呛别人一样，然后呢，我现在讲话可能就会有点呛。然后我在说什么榜什么招啊？语录比较可怕，病娇的方面是吗？只有病没有娇的好笑。谢谢你认同我的梗。我觉得那个就是我看的那个很好看哎、欸，他们就是我看了一个叫奇葩说，一个叫脱口秀大会，然后一个叫什么？吐槽大会这些东西，反正就是都是差不多类似的东西，对吧？它蛮类似的吧。奇葩说不是奇葩书。Hello 勇哥，然后因为我想说。应该可以练练 MC 吧，就是看那个，因为他们其实里面有很多梗都蛮厉害的，然后讲话也很顺畅，然后也不会怯场，反正就是学习顺便娱乐一下的那种。我之前不是在看康熙嘛，但是好像也不太一样，就是讲话的，因为我
我讲话很官方，你懂吗？就是我最近才就是被讲到这一点，才意识到哦，是真的蛮官方的，所以感觉就是要练一些，不知道怎么讲。雨林好看哦，谢谢谢谢。我刚这里绑了几撮，两撮而已。顺便练练吐槽别人，欢迎吐槽你。但还是要注意底线。我觉得他们是那种，因为他们很厉害的点是你就算是被吐槽的人，你也不会生气或是走心哦。虽然私底下我是不知道，但至少在节目上，就是他们不会真的去很 care 你刚为什么这样讲我这件事情。所以，可是不太一样的是，因为他们不能 care， 可是就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底线，所以不太一样，但可以学习了。开始吃火药，比官方可能也比不过，但是我讲话也是蛮官方的，可是就不太知道讲话官方这点要怎么改。可以这样学习对吧？我蛮好的吧？又在认真想要精进这一方面。主要是我不是那种可以完全为了什么东西去做一件事的，就是顺便也是我觉得蛮好看的，所以就看了。你也觉得你官方怎么说？我也是前几天被讲我才知道哦，我蛮官方的。没有，我绑了三个啦，黄色、粉红色、红色，那就是蓝色了。小山美玲来了，对啊，她早就来了，她比你还早到。互烧脱口秀来说，蛮推荐。进，骂人不带脏字，很猛哦。要找他这个人的片段是吗？还是什么？他是什么东西？因为会怕，对啊，就是我很怕说错话，所以我可能在脑子里想很久之后，这个话题已经过了，知道吗？但是就是回答的东西就有点难说，因为有些我们是真的不能很直接的讲出来，可是就会变得很官方，但是我又不太知道。像之前说，看明星，可以看公演的，这个有讲错吗？这个是官方的意思吗？这个不是很正常吗？顺便介绍我们的 reset 公演的感觉，没有吗？怎么这里又是粉红色？算了，随便了。等一下哦，红、粉、蓝、黄、蓝、红，好，黄好了。啊，这里是黄，这里是粉。不要问我在考虑什么，我在考虑我要用什么颜色的橡皮筋。是不会乱讲话的人，可是还是怕讲错话。我当然不会乱讲话，但是我就是很怕讲错话，因为怎么说，我不喜欢就是事后后悔我刚刚为什么讲这点话，这些话虽然我会后悔我刚刚为什么没讲话，但是总比说错话好，我会这么觉得。但现在好像不太是这样子。考虑什么东西？你太突然了。你可不可以认真？这么简单，到底在干嘛？没事，不可。
回应什么意思？谢谢新颖的粉玫瑰，怕误会。话说小山美玲的病没有交，是跟你同归于尽，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要不要绑个辫子？我绑啦，这个就是辫子。今天要我想要这个发型，因为有特殊的东西。今天就是走一个公式照头。甜酷美，它是甜酷，我是甜辣，不一样，有懂那个差别吗？它没有辣，它是酷美，它是帅的那一类型，我没办法帅，而且这样就撞型了嘛，所以不想要一样。我有辣哦，我还没有到很辣了，但是怎样辣？烦死了！我的辣是比可爱少的那种，可爱比较多，可以吗？跳奇迹蛮帅的，对，他就很适合走那种帅帅的路线。已经很辣，你不要在那乱讲，我明明就还没有很辣。Hello， 阿翔。明明就有兄弟吵架，为了雨林有没有辣这件事情，我没有加辣好吗？我不喜欢吃辣，不好意思。相比你的妹系部分更多一点，对，他比较，反正也是不太一样。好了，等一下，好像应该，什么意思？请问现在是要吃饭了吗？你不吃辣这套的，那没办法哦。什么意思？不辣只是有点小屁，我是翘屁好吗？对不起，我在乱说话。那吃甜辣那套吗？黄色。你在打广告吗？是小雪先生。你要什么？我们是，他们是那个牌吗？我们是成功牌，甜辣酱。不要再乱闹了，好不好？难怪你这么瘦，小明。我要笑死了。为什么全名？有没有被讲全名会怕哦？就是有时候讲某句话叫人家的全名比较有感，没有礼貌吗？那我换一个。我的公式发型没这么花功夫吧？没有很花功夫啊，这发型很简单呢。这个就是我的公式照发型啊，没有很花功夫，它是。很简单的一个发型，就是你怎么绑就是可以好好的。等一下，黄色、粉红色、红色，那这里是什么？啊，随便来。有点强调的感觉，对啊。真正的病娇要除掉，你怎么还在病娇？真正的病娇要什么？要除掉。身边的人却拥有想要的人，好可怕哈！不会、啊，哦，他不会叫我张雨林，他都叫我张小宝，然后给我在那种大卖场，张小宝，然后就 Oh my God， 尬爆！好了，我绑好了。对，张小宝，他就直接给我在外面叫张小宝，我都以为我要去拍那什么饮水机广告，
我们之前那个花莲，在花莲的车上，然后那个广播电台，他就会播什么饮水机的广告，然后就说小宝你要记得多喝水哦。然后从此以后我就，然后重点是他回的是一个小弟弟的声音，就是通常只有男生才会叫小宝的那种感觉，是怎样？尴尬死了，下次见的时候可以这样喊吗？好了，随便啦。可以，就叫我小宝，可是不要叫张好吗？然后可能选择性没听到，然后你听到了，赶快拿起，哎，不要再闹了。你的信条是只要自己不尴尬，那尴尬的就是别人，但我就是会尴尬 ，OK。我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全世界知道我叫张小宝，虽然我还是跟你们说，但是呢，有点好笑。居然放弃挣扎了，对啊，我放弃挣扎了。那叫全名就好，张雨林也没有比较好吧？那你们随便随便，你们怎么顺怎么讲都可以。下次就喊什么张小宝吗？还是张雨林？随便啦。喜欢叫张雨林，你不要再用那个表情符号了，好不好？你为什么很喜欢那个表情符号？为什么要控制别人用什么表情符号？但是我看到那个符号，我就是觉得你在敷衍我，你知道吗？那个就是一个假笑的符号。台正宵他自己播的啦，他是谁啦？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谁啊。张宝仔是怎样？张宝仔比张小宝还要好笑。哎，什么符号？就是思琪很爱用的那个微笑。看能不能拍到不一样，什么意思？举张小宝板子看，可以不要吗？我叫拿紫米不好吗？叫我拿猪不好吗？对，就是那个，不要再打那个了。大家都用那个，我也会用那个，就是觉得一个人很白目、很讨厌的时候，我就会用那个表情。哦，所以你传讯息了？没有，不是，就是对这件事情或者是什么的时候，不要再用那个脸了。不觉得那就是一个超级假笑吗？说用表情符号可以用来表达句子的情绪，对啊，可是那个情绪不对，知道吗？倒过来的笑是很无，也怎么讲，无奈，各种可能什么鬼啊，这件事情的时候，雨林好可爱，后面那个脸就是很想给他打。米酒你的好哦，后面你没有那个符号啊、哦，对，有些人没有那个好，就是好哦，有感受到那个。上屏，拜拜，拜拜。那个就是不用出来，那个表情符号可以删掉，知道吗？那个小丑的表情符号可以删掉了。对，讽刺的语气，好啊，然后回你一个对象。觉得那个很棒，我觉得那个不会是讨厌，就是那个有点怎么讲，无言，或者是不知道要讲什么，或是反正我觉得表情符号很重要，就是我很爱跟人家用传讯息的时候，我会加很多表情符号，也不是加很多，就是每一句后面几乎都会有表情符号。当我没有加表情符号，就是代表，就是没有情绪，没跟你讲话不需要情绪。也不是这样吧，那个叫 Hello Kitty， 不是，不要翻白眼，设计者的问题。Report 有那个表情符号会不会被翻白眼？你说那个小丑吗？可是加小丑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加小丑？终于说出自己的感受，这样我只是在解释表情符号而已，这个哪叫说出自己的感受啊？让你惊讶吧，无语是，对对对，无语就是无语，还会有一个
啊，对，无语就是这两个。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有一个这样子的，那个就是可能说错话或谨慎的说话的时候啊，我通常不会用到笑弦的耶。那个是什么？很热吗？很辣？不是小丑，是啊、哦，我会翻白眼哦。什么意思？你看我的表演，然后你就毁了我一个，这样子，什么意思？是有多差？对，猴子有一个思考的表情，思考有点，思考也没有说到，就是我如果真的在思考的话，需要思考这句话，你讲了一句话，我需要思考就会一个这样的符号。我觉得表情符号很重要耶。Hello Snoopy 你好，各种撩人话术，对啊，有被撩到吗？就想到小明，对对对，我觉得表情符号也会让人家想到一个人，就是也是一个印象。那个会讨厌吗？不会，因为我也会用那个表情符号。可是如果在我跟你讲一件很严肃的事情，然后你回我一个，我就会是不是想被揍？那个其实很欠打，那个是，我有点那个是，我有点忘记我用那个是什么时候。可是我有的时候也会用这个，撒娇的时候嘛，就是也不是撒娇，不会对朋友撒娇，就是怎么讲，拜托人家或是什么什么。你就不喜欢，但我觉得那个表情蛮可爱的。控制眼睛歇歇歇，会介意 report 字数太多？不会啊，代表你很认真，想要告诉我你的感想。谢谢 Map 追踪我。有些时候表情摸一两个，对，这个比较还好。这个就我也会用哦，我超讨厌这个的，小明不要再给我传那个符号。我差点就是你想拿我怎样无所谓，什么意思？没办法，可是黑流星很喜欢用那个，是不是？黑流星很喜欢这个，这个我觉得还好，小易传的那个我觉得还好，因为那个是，我不是很喜欢讲什么被自己打败的时候，我就会讲，就自己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情，我就会讲，这个是没办法，那个就是很挑衅耶，不觉得吗？怎样？这样，这哪是无奈啊？这哪是无奈？不要用那个，讨厌。不喜欢那个比较偏无奈，但是我没办法啊、哦。那个呢？那个我如果画成实体也是不错。那个是对不起啊，对不起就还好，就是抱歉抱歉的时候啊、麻烦了什么之类的时候，我们都会用牛仔嘲讽，牛仔风嘲讽，对。但我不太有遇到有人用这个表情符号，所以还好。耸肩表情符号我真的没办法，就是真的是没办法、欸、为什么要，不觉得很挑衅吗？就是也不是无奈的时候我会用那个一条线一条线，对，但是这个我真的没办法。画成实体太真实了。对雨林的时候，为什么？你做了什么抱歉我的事情？你说说看，你说说看啊。嗯，黑人问号蛮像，不一样。你等一下，我去看一下。你看一下那个耸肩的表情，他的那个人的那个表情，你去看他的脸。没办法。对对对，那个。把你当女王了哦。
不是做错事，可是他很慌张哎，他这样，然后有那个，我们为什么在探讨表情符号？思琪传的那个还好，因为是就是那个是，比如说装可爱的时候，那个是，对，蛮装可爱的那个。现在是在怪我了，什么？对，反正就是。因为你在说讨厌那个微笑脸，对，突然说到小易打的第一个吐舌头，那个是头目很爱用的，我后来也会用，就是嘿嘿的感觉，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嘿 ，Hello 塔瓦哥，谢谢点的粉玫瑰，嗯。不要就不要传那个表情，好，真的没有办法，嘿嘿的感觉，不是那个嘿嘿，不是那个嘿嘿，微笑小香香，这个就是大件很爱用的符号，有一点欠揍，但是好像也还好，因为那个也有一种想见到你们喏的感觉之类的，或者是。不要啊有没有很欠揍，不要啊，有种敷衍的感觉，但是看你要怎么解读它吧，有的时候我也会用，谢谢空白的质朴的守护，你在干嘛，欸，啊，我没有接到，干嘛，来自深渊的凝视他吗，脸颊红润是你是去查了表情符号的意思吗？表示不要啊，用不要嘲讽，蛮嘲讽的吧？对。Hello 罗宝杰 ，Hello 安 ，Hello 卡木伊啊，谢谢卡木伊分享直播哦，小易的那个表情符号是怀疑吗？哈，你说什么的那种脸吗 ？Hello 安，朱雨玲表情包可以啊。其实我每次都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不是会有那种明星的很多表情包吗？我觉得那个很好可爱，可是我们没办法用，就像是在跳舞的时候，之前。笑场我们会自己做表情包，可是那个就不会放出来。Hello 玉，下次合照展现你对雨林女王的恭敬，好吗？我不是，哦，好，都可以哦。谢谢卡姆里的梦幻星座，不耐烦。演员的表情当贴图，嗯，崩图表情包可以表吗？你知道我们为了表情包，我们还创了一个 Sakura 的 WeChat 群组，就是对，创了一个那个群，因为那个群组可以怎么讲？它可以用一个表情贴图的那种东西，我们来做表情包，不要啦，我想要的是。就是生活中不是刻意去做哦，我现在要做什么表情包，然后做什么？那叫表情包吗？我不知道那叫什么梗图，不是梗图，我不知道怎么讲。沙库拉包，小青好像说过，嗯，对，我们有一个大喜利，就是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生活中的图很难拿，对啊，但就是要那样子才有趣，不是？不是我为了想要给你们表情包，所以现在我做一个什么表情，然后给你们用。找人画表情好了，叫甜辣妹也可以啊，都可以。梗图表情包很多，对对对，就是蛮好用的。其实官方影片照素材，嗯。哭哭，需要
要表情素材，只好翻旧影片。有些笑唱你们不是可以拍照吗？有一次我们笑唱结束，我们就做了一个自己的表情包，蛮好笑的，只是不能跟你们分享。有机会我们如果能有自己的，就是跟亲姐姐帮我们拍或者什么之类的，可以的话就用吧。笑唱很容易崩，可是就有些就蛮好笑的。雨林大笑可以不要再出来了，它可以 永久留成历史，知道吗？破坏形象的表情，你们还是不要自己做好了，我们做就好了。我有点担心。你们会挑吗？谢谢燕子的夏令营背包。有请林妈拍雨林，不要。谢谢点的真情告白。不崩不上传，这是谢谢你们。应该不会做，你会挑啊？你会挑吗？你知道小三美那时候不是来跟我一起直播，然后他结束他就看到你 tag 他的那个文章，说，这个照片是真的吗？没关系，我都已经习惯了。你会挑吗？你的挑跟别人的挑不一样，没有嫌弃你了，就是因为你会自动加滤镜嘛，就是在你眼里看起来你可能有挑，但是在我们看起来就是，微没挑。在你看，对，所以那就叫做没挑。图库十分庞大，对。以量取胜，不要拘泥小节，没，但我还是会一个一个去看，好不好？但是就是有些图就是有点，这个图有点那个眼睛撇掉了，然后放封面。期待有你跟到封图，可以不要吗？你说你的等于等于吗？不太常有人跟我用这个脸，因为我们比较常用的都是表情符号，可是我也会用那种颜文字，是这样讲吗？颜文字就是有那个的那种，那种会用滤镜超级重，笑起来都不讲话了啦，完蛋了。还好你不打直播 report， 不然照片表情，骨头里掉鸡蛋是怎样啦？你怕？不要介意，我已经习惯了。切换封面啦，什么东西？切换封面，你都念了。电脑版本的表情符哦，这样更怕。你说习惯了这件事情吗？被你们越到习惯啊，你们不是就很喜欢惹我生气？虽然就是偶尔还是有点傻眼，但是就因为你们跟我讲过你们喜欢看我生气的样子，所以我可以理解你们的各种行为。你努力改，没事的，没事的。哎，小心了。你有吗？你没有吗？你没有吗？你是喜欢闹铃对吧？你看大家都是这样子，先撤好吧，拜拜，拜拜，上班加油。雨林生气等于冷酷，生气不好吗？很自然哦。虽然我是不会生气的那种情绪崩溃，但是还是会就是有点。美玲有每天惹你生气吗？有。也没有每天，就是蛮长的。生气是人的表情中最不容易装的，好像是，但对我来说，好像是生气跟哭是我最不容易装的。要脱离哦，你要脱离了吗？
是这样吗？为什么要脱离的呢？练习不神奇。对，我们今天要念书，很久没念书了。Hello， 人好。怕你不想被闹，我就说我已经习惯了。算了吧。好，念书，时间还没到。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每次听到祖祖那个都很生气，好好笑哦，好好笑哦。就继续闹了，还是算了。我后悔了，好吗？你就脱离吧。这什么歌啊？哦，谢谢 Sparky 的。啥呀？蜜蜂生日快乐！啥呀？这是啥呀？那大雨林只能回应谢喽，对，然后翻白眼，对，你心情起伏大，好好笑，那是啥怪特效？对啊，那是什么怪特效 ？Hello， 玉文你好，嗨虾虾。不要生气，可以当嘲讽。你不要生气啦，加这个脸，欠揍。小三美玲很可以把不要生气当嘲讽用，他都会你不要生气这样子，就会更想揍他。谢谢樱桃猫的夏令营背包。江美玲跑掉了是不是？早就跑掉了，只是我没发现。你也想做？还有，不要那么火爆，不要那么火爆，比较少听到。不要生起来，就是那种很欠揍的，对，就是加，尤其是加后面那个表情，一定是欠揍。没有跟着一起闹就是早走，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谢谢黑流星的质朴守护灵，钥匙及全没。哦，谢谢。安慰正在哭的人，不要哭啦，依然搞什么东西？对，我很常这样讲，就是，其实就是哭是一种发泄的方法。可是通常看到人家哭，就会说啊，你不要再哭了，这样子，也是蛮奇怪的。可是我也会这样讲，所以。我还没有找到就是到底应该怎么做这件事情。是去吃饭可能吧。可是不觉得跟正在哭的人讲说好你就继续哭吧，这样也是蛮怪的嘛。安慰是正常，但对他谁不会。对这句话有反感，我感受到你们的反感。谢谢黑流星的我是狮子座，谢谢点的圆梦选票。为什么会有这首歌啦？我要换歌了，换歌单。这个应该比较好一点，是一首歌哦，我知道，哭完自然心情会回复吧。对，应该都是这样吧，就是哭本来就是一种发泄的方法，但是也要看场合哭吧，就是，有的时候哭也是要看一下情况，像我们就是日常生活当然不用，可是有的时候哭也是要看情况。换什么歌？不是，就是随便换一个，另外一个。等一下，因为他的歌单我有点无法理解。这个好像不错。
时候既不会有结果，后面有优先级。放夜的，不要放夜的。很激动要选择地方，好为难人。但是本来就是这样子，这就是必须的。你哭也要选对时机，不然蛮容易引起人家他在哭什么的那种感觉，心里很委屈，但是要憋着，通常都是这样吧。看到鱼，账号鱼人，我也会哭，虽然我没有看我的账号鱼人。或许对地方什么东西，或许对方哭也就只能陪伴，对，陪伴应该是最好的方法。谢谢点的指南针，好忧伤，谢谢笑显得好忧伤。Hello， 初风。不要开护唇，不太对吧。Hello， 哟，你好。然后就赔出感情，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层面了，好吗？不太一样，就像是发脾气，你也要选对场合啊。哭也算是一种，生气跟哭都是一种发泄吧，其实，那叫趁虚而入，好可怕，这个黑暗的想太多。不要存钱把钱变成想要的东西。例如说我们的生写真，对，谢谢，很棒，很棒。是不是有人分享过快筛的经历？我们前两天，反正就前几天快筛过了，我很健康哦。但快筛是真的是蛮没有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快筛超贵的，真的。感情最脆弱的时候就是要贡献。天哪，感觉已经很久才开学，好像九月份吧，好像九月份。把钱都给林正杰，我就是你们的银行。什么鬼？不健康才要担心。想看人，我没有录影片呢，因为那个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录。Hello 小兰，星期二前听宝，啊？什么东西？谢谢，谁的幸运四叶草？啊，刚刚跑出，哦，谢谢小兰的幸运四叶草，可是他没有写在底下，为什么？快塞车哈！狂打喷嚏没有哦，不是打雷吗？我没有狂打喷嚏，可是突然就流鼻水。原本那天没过敏的时候，就弄到变过敏。谢谢小兰的行李箱。Hello， 北极熊一号，好大声！对啊，因为诗雅有打喷嚏，打雷，对，刚刚是打雷。雷神索尔，是不是电影看太多？看到你们吃潜艇堡，对啊，那就没吃 Subway。Subway 算是一个蛮健康的食物吧。什么 Bibi 的放屁声？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谢谢晴天的红玫瑰。地铁的什么意思？地铁的前庭吗？
我们要念书聊。哦，地铁哦。谢谢樱桃猫的粉玫瑰，沙波味很好吃哎，我超爱沙波味啊，好像不太对，我超爱潜艇堡。现在下什么大雨啊？我等一下要出门呢。我很爱潜艇堡。哦，听到了吗？雨声。什么叫不要出去的代价？什么鬼？你以为是我想出门吗？对呀、啊，啊，来吧，我们来念书喽。练习不生气第62篇。逃入悲伤反而轻松，不给自己不必要的悲伤。人生中虽然会面临不可理喻的悲伤，但有时候有些人会让我们觉得不需要那么悲伤吧。刚刚失恋的女性非常痛苦，因人而异。她们就算假装有精神的样子，也心不在焉，不经意流露出悲哀的表情。了解真相的人会谅解的想，她碰到那样伤心的事，当然会如此。可是如果连工作也不做，别人的回应多少会冷淡些。好好工作吧，也能借着工作转换心情。但如果失恋的悲伤持续好几个月，老是回想着以前和男朋友怎样怎样，就会让人觉得很厌烦，也许会不留情面的跟对方说，你也该振作起来了吧，是吧？是这么一回事吧？就是可能不是当事人就会觉得有什么好一直陷在里面，虽然我是不太懂啦，但是就一律建议单身。哭了20，真的假的？真的这么严重吗？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失恋一下，这样我就可以瘦了、欸、好好棒哦，这什么不良发言是不是？谁来让我失恋一下？可是其实说实在，我们也不是那种可以一直陷在悲伤里面的人啊。我们不管怎么样，就是可能你今天是哦，不对，我们不能有失恋的，对不起，我突然意识到这一点。不是，反正就是举例来说，好，你就算在工作也是，你怎么可能因为爱情然后耽误了你现在应该要做的事？表哥不爱你了，你快哭。别人相信的人别听。要像九蛋说的那样吗？什么东西？啊，鸡踢转腿，傻眼。当天也帮你打，哎、欸，你们很烦哎、欸。对不起，感情事业两头烧光。好，停下来。有的人好几年都走不出来失恋的痛苦，唱卡拉 OK 时，只要唱到悲伤的歌曲，立刻热泪盈眶，而且再也无法谈恋爱。不是美化前男友，说因为前男友太棒，所以无法接受新恋情。就是怪罪于前一段恋爱，因为在恋爱上栽了个大跟头，对恋爱产生畏惧，栽了大跟头，好难念。想把目前的状况合理化，或许因为如此，就可以任意沉浸在妄想的世界，假装自己是悲剧主角。失恋就干脆不想理你。说实话，逃入悲伤反而轻松，因为可以为不顺利的过去和现在找借口。若时间越久，你越觉得悲伤，那最好想想，你是根本没时间消化悲伤，又或是认为自己扮演悲剧角色的好，什么东西啊？这句话是不是怪怪的？好，我听不懂。我想，悲伤过头的人，可能是意外的喜欢悲伤。我自己有段时间也是这样，在感叹恋爱不顺，工作压力太大，我为什么这么倒霉之余，
其实潜意识里有着我好可怜，现实太残酷，希望大家同情我的期待。不过仔细想想，有些时候悲伤是自找的，因为是你做出导致悲伤的行为，当然就要自尝苦果。当你讨厌悲哀的自己，想变幸福时，思考或行动就会有所不同。如果能体认到悲伤是自己的选择，应该就不会沉溺在悲伤中，因为你不会给自己不必要的悲伤。现实世界应该会意外温柔的包容我。到底在念什么啦？张雨林。哦，我会叫自己张雨林。对，我意识到这点。当我觉得我自己很做了一件很白痴的事情的时候，到底在干嘛、啊？张雨林。一律建议分手。内心是执着于啊，后面真的听不太懂，我也听不太懂，这一篇有点太深奥了。这一篇不在我们的世界里，不在我的世界里。就像我不理解为什么听到什么悲伤的情歌可以哭成那样子的意思一样。应该在我没有叫自己张小宝好吗？噔噔。情歌哪有？失恋第一次比较痛，后面就变得看开了。嗯，看得跟鱼一样开。对了 ，Hello 陈，有一只可爱的狗狗，午安哦。为什么是生气？生什么气？请问怎么了？马上挣脱，对。关我屁事！喂，请去对你的张美玲刷你的起床气好吗？跟我没有关系。偶像不能说这种话哦。那官方的回答是什么？好的，没事，你就对我撒气吧。什么鬼？我也没有到很官方吧，好像是这么一回事。期待这次的 MC， 可以期待，是我用的，所以不好就是在我头上。Oh no， 也不是这样子的吧。只是有人喜欢拿出来别人塑造自己是悲剧。雨林没有官方过吧？我没有官方过吗？你是第一个这么觉得的人。回答很官方，我不是行为很官方，我怕打针，可能有一点吧。
我们已收到你的意见。那是什么机器人吗 ？Hello， 偶像的表现就是一种玩法。只怕小丑，对，不怕打雷，闪电不会在这里。哦，官方枪与林，就是有一些。通常我官方回答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们的时候才会变成官方回答。Report 提到的影片贴 ，Report 提到的影片在贴文，什么意思？什么影片？家人，因为不知道怎么回答。好像就是要看情况。通常我很官方的回答，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很难回答的东西，就会官方回答。但是我可以回的，我就会尽量回。感觉没什么印象。是吗？上次面面说他看我的直播，他说我讲话真的很官方。我说你看我的直播，直接放错重点嘞。我说你看我的直播吗？太尴尬了。自拍这样哈，所以要在什么东西啦？什么啦？什么？被访问的时候官方才会拿出来，对，可能吧。这次的 report 贴文放在影片，为什么会有图文？你们不是不能录吗？那你的什么意思？你的影片是什么影片？下面贴文哦，反问那没办法，剧场 MC 有时候我们会尽量不官方啊，毕竟你们又不喜欢官方的东西，对不对？一切都还在学习当中。Hello， 微光。你们喜欢世故，但是也不能太世故哎。这样，那个前面的工作人员姐姐们会怕，知道吗？你只喜欢官方偶像哦。我们是官方偶像，我们是官方姐妹团，很官方的偶像。世故赞。爆雷也不赖，没有这件事情，爆雷是不行的，会哦是哦，怎样啦？事故很精彩，我们要尽量出事故，好像也不是这样讲。我们55分来排一把，记者会问答练习，不是啦。纯真，事故会变成笑点，对，但是有些事故就是不太行，而且其实事故怎么讲，以公司的角度来看你，他不知道你会说出什么很危险的事情，懂吗？就是有些不能讲的东西，就像爆雷，那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中的话，你就是被贴上一个失控者的标签，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有些时候讲话就会考虑一下要让你讲吗的那种感觉。场控很重要，事故还是要避免，对啊，所以你们很喜欢事故，我们知道我们会尽量制造事故，但也不是说可以一直事故，让你变更可爱。不会失控，不用担心。我当然不会失控。
我就待多久，我现在还在失控是怎样？有必要下那么大吗？这个雨？傻眼。英主事故担当主播，嗯，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嗯，开船啊，没看过 MC 失控，我不会失控啊，啊，我就说我都会在脑子里面先想很久很久很久，我才会说出来这个东西，所以，嗯，失控的点可能只是卡词什么之类的吧。听到雷声会怕怕，跟怕爆雷啊？哈，这是一个梗还是你真的会怕雷声？想到大家看到你想，什么意思？看到我在思考什么？就换话题了。对啊。这就是我的大错误。卡词算失控吗？好像我不是失控，我不是失控型的。失控可能是张美玲吧，她也会讲出一些语出惊人的东西。哦，公演以外的影片，好哦。谢谢小兰的带我走。来跟表哥选，不需要，谢谢。不用了。谢谢小兰的文手礼，走心哦。你说你走心吗？有什么好走心的？夜空 sky 的心路历程，等一下哦，看不到。变态的特色是否会失控？就看这些 MC， 我不会让他失控的好吗？不爱，体重都蛮重的，我真的是不想理你。截图，好的。你初恋了。Hello Sky， 我在思考我今天要吃什么。什么 Mina 吗？你说他初恋吗？什么意思？谢谢孝贤的指南针。可是你很亲，很容易走心哦。哦，不要跟我炫耀你很亲。哎，你怎么知道我想吃水饺？那你有初恋的感觉，真的吗 ？Hello， 可爱的人类。一，哦，拉面。早上吃水饺，你的早餐吃水饺，好酷哦！火影忍者拉面，那是什么新的东西？哦，拉面，我很喜欢蓝，对。
下哦。等我一下哦。算了，等一下再说。对啊，台北有，对啊，很好吃耶。我喜欢很有味道的。拉拉姐姐是谁？千万不要看，傻眼。开饭店，你可以叫他去开。哎呦，你当老板好了，你投资。哦，拉拉姐姐是艺云啊，哪有？为什么叫姐姐啊？我说拉拉姐姐是谁？但是对啦，他没有要排排。表妹什么东西？我没有要投资你，我没有要投资你啊！你哪里听到我要投资你？你们就叫拉拉，我们只叫她拉拉好了，没有姐姐，没有人会叫天线宝宝，拉拉姐姐。表哥是那个，什么意思？啊，先拍吧。黏呢，它又卡住了啦。好了，那我们这些人到现在还在看星星，就是这样子。Hello BB， 小时候真的有看天线宝宝，有啊，大家都有看。
今天雨林直播是唯一能看的，什么意思？只有我能看，只有我播，所以只有我能看，是吗？你要人家投资，你要先有计划算啊。我没有说要投资我，我小兰问说为什么台中没有拉面，我叫他自己投资开拉面，我完全没有叫他投资我，好吗？看不下去是不是？没有，就是看不懂那个意思。好，我要念榜了，各位，我们来播猪猪。嘟嘟嘟嘟嘟嘟，你看远在澳门的朋友都知道笑贤。嗯，OK， 不是雨林要投资吗？不是，我是叫你投资。第十名是空白，谢空白。第九名是米酒，谢米酒。第八名是中影，谢中影。第七名是夜空 sky， 谢谢夜空 sky。第六名是星银，谢星银。第五名是 sparky， 谢 sparky。第四名是点，谢点。第三名是黑流星，谢黑流星。第二名是小蓝，谢小蓝。第一名是笑贤，谢笑贤。好嘿 ，OK， 截图时间。直播，然后我们下一次的直播应该是礼拜二的中午12点，对，12点整呢、哦，不是12点半呢、哦，是12点整，应该是这个时间，如果没有意外的话。Hello， 玉人，好久不见。OK， 大家拜拜。礼拜天线上公演见，还没买票的赶快买票，拜拜。